一个一个开吗？多惬意啊！真的是抽插传送门哎、欸！对啊，喜欢吗？我不喜欢，我老三到传送门，真的是哎、欸，有了，有时间，我这里对不对？那你已经开始有那个感觉了，你知道怎么玩了、啊嗯。然后玩一玩，你还可以去玩一下古币哦，因为古币一定会炸掉。快来哦，快来哦，快来哥！这个 go go， 去七七那里玩喽。这是五坡的。对啊。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团队嘛，我们就现在这样，然后三个为一组嘛，然后就是每个人去。蹲四件，对，就同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是分开来，对，抽插分流。哦，升级耶！我的靠呀！而且这练得很快哦，这练很快哦。我都还没喝药。浪潮的经验被改过了，以前浪潮经验没那么多，喝药啊 ，K 哥，记得。打浪潮我以前没在喝药了，喝啊，现在要喝了。这波速的很爽。好多人哦，是人越多，那个颗粒就掉越多。哎、欸，不是击杀，反正都是击不杀，没有人的问题。反正就是怪多，怪越多掉越多了，就这样。嗯，对。我觉得波速的打起来真的蛮爽的。那就不要杀啦、嗯，就在旁边捡就好了。可以啊，看我一直断魔哎，因为人太多了。反正我们不打你，比较不会断魔。也是，都一样，打就打，没差。好，离开。打越快，我们时间越省而已啊。下课。然后继续再拆队。然后再继续。哦。然后喊了到有了就喊一下，然后那整个就过去了。了解。然后等到如果真的玩，我们都很精的这种玩法，就可以开始挑时间。哦，这个时间哦。哦，来哦。来哦。这刚开始哦。没关系，来了，来了。打完，哎，打完了。没关系，看可不可以进去摸个箱子。有啊，有宝箱啊。嗯，这赚钱也很快啊，因为宝箱。没关系耶，那算了，离开。那就是，啊。我一进来就遇到时间，人家刚已经打完。算吧。哎呦。Nice。因为他这个事件就鼓励大家打、啊，那好、哦，这个够鼓励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一来，我又一来，我又我人家又结束一个事件，我又偷到了。各位好朋友们，先去开宝箱啊！这12分钟了，我又着玩拿到鼓励。剩12分钟了，12分钟，我今天少开到一个宝箱，妈的！神秘上面的神秘有位置吗？嗯、有啊，右上啊，正右上。不是正右上，没组队，我没办法告诉你，在那个什么宁校迷宫的下，六点钟方向。好 ，OK， 因为你跟我讲大概，我就知道了。因为你全开，你应该就看得到了。是他的宝箱都固定的位置哦，哦，没事。对，下午好像的六点钟方向哦，我知道在这里。好吧，那要从玛瑙这里去比较快。哎，我这边有时间。充沛灵药，我今天两瓶。对，这一段我也有两瓶，还有两个小时可以玩。我这边有时间，这是什么？迷途啊，算了，干，不想。不讲解迷途，你是说那个灵魂，然后要走了？
找妈妈的那一个嘛，那个也很棒、啊，是吗？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也可以卡，只要你在最后一个的时候不要让他送进去找他妈妈，等到剩下八秒的时候再让他去找妈妈就好了。那怪物还是一直生。是，我这边有、哦。那个打野外的很好用，但打副本的很烂。很烂。对。因为拖台，感觉拖台血。是的，没错，你猜对了。这里有时间，是已经打了下去，快输了，很多。对，我这个是刚开始而已，好几波的那一种。快来哦！快来哦！撤，不必了。然后如果。有时候会遇到一个情况啊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说，浪潮里面会出军团事件的，感觉这个到时候可以测试一下，因为军团事件其实打火也很快，如果是真的可以的，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话，那是刚好叠在一起啊，嗯，对，因为军团集结它怪多，但是经验跟奖励其实还不少。记得要开宝箱哦，你们不要等一下刷火，刷了火又没有用哦，会上瘾哦。没了，下一个，再继续吧。开宝箱，开药。其实同个氏族，他在野外看到也不是很标记很清楚啊，没有没有。没有啊，现在氏族就是大家行聚会线索、聚会场所而已啊，没有什么用处啊。他又没有开什么氏族的功能。看我赌币满的，好呗。你也是这样刷很快啊，还可以去赌一下、啊，多爽！先开一个宝箱，压压惊，等下再来。嗯，反正。有的玩啦、啊、你那样真的是有的玩，一直这样来回玩。我要去开宝箱，不开宝箱，剩八分钟，八分钟，八分钟，五十秒。走错路，不要刷过头哎、欸，然后忘记去开宝箱哎、欸。那会很好笑哦。35分钟的时候来去换。对啦，我比较保险一点，我就十几分钟的时候就慢慢逛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有。这里有时间。懂的都懂，以后浪潮要干嘛，都知道了。找一个事件疯狂搞，难怪有一阵子为什么有人一直事件突然跑出来，我有看他没有在我周遭，就是突然人闪现出来这样，他就一直在抽查。关心吗？野外的事件不再是冷，冷冷的这样，都有人打。你在练功？刚才在练功也很快吗？因为都一直事件啊，怪量都很高啊。就慢慢逛了。
干我爆仓了。那个商人，